女友意外捡到漂流瓶，竟然发现大秘密。啥呀？你们怎么不要捡了吧？你这么脏肯定是垃圾啊！你没看到你们有张纸吗？这肯定是藏宝图。人家藏宝图放酒瓶子里面啊。我怕他一分钱都不分给你。送给有缘人，看到这封信请立马转发给5个人，不然你就会被。 哎，这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发财了！这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哎，这不有地址吗？而且好像就在附近，我们去看看不就知道吗？瓶子还在前面。哎呦我的妈！提前让兄弟装扮，小样身手还挺灵活，还是个野心肠。 拿出提前准备的理由。兔，您戴这个手链也太合适了吧！一直想给你买个手链，正好得物现在有活动，我就给你挑了这款劲风格的玲珑玉兔手链，你看还是情侣款的，我们一人一个。往这儿，往这儿，往这儿。哎，这不是那个井盖吗？啊？不，啥？<笑> 你自己捡的漂流瓶跟我有啥关系啊？这不找着你给我准备520礼物了？这我也给你准备惊喜啊！什么惊喜啊？回家你就知道了。